欢迎大家收看今天的十分访谈。我们今天来谈一谈国大迎新营的风波。是，这个迎新营呢，因为出现了一些还有性暗示的活动哦，引起了热议。是的，那么校方在上个星期五呢，出面宣布暂停所有由学生主办的活动。主管高等教育及技能的教育部代部长王益康也做出严厉的批评，表示绝对不会容忍这种恶劣的行径。大学学府的迎新活动引发负面新闻，这其实已经不是第一次了，但是这一次看来情况比较严重，而且还真的是一再的发生，这到底是暴露出一个什么样的问题呢？好，欢迎今天棚内两位嘉宾。首先我们欢迎时事评论员林一鸣，欢迎林先生啊，以及福伦社家庭服务中心首席辅导员刘德强来讨论这个课题。刘先生好。欢迎。请教一下林先生，我知道你也是国大的校友啊，首先想请教一下您对这个风波这个事件有什么个人看法？这个事情让我感到很惊讶啊，为什么呢？因为其实我以前在国大的时候，也发生过类似的事情哈，那是好多年前的事情了哈。我曾经亲眼看到，就是有这个高年级的学生啊，把那个新生啊，这个就是拖进厕所里面，然后用那个马桶给他洗脸，马桶水是，怎么样？他摇起来就是把脸压下去，然后跟他冲水，就是完全是一种侮辱性的，对吧？当然，这个肯定是侮辱性的。那时候我感到很震惊了，因为我觉得这样事情如果让外面人知道的话，那肯定引起一个很大的那个震惊了。那你是新生还是你是学长？不是，我那时候已经是学长，那你是参与者？不是，我不是参与者，我绝对不是参与者。我那么这个东西要说清楚的。你做了什么？我对这个事情，你已经讲到这里面，就要分享一下吗？这个事情我憋了很多年了，我要讲清楚。啊，对对，我对这样的行为啊是感到非常的不满意、痛恨的，对我深痛恶绝的。后来。他还叫这些新生啊到那个就是我们的宿舍的房间嘛，要求那个高年级的这个学生啊给他们签名啊，比如说10个签名吧，如果你不拿到10个签名要被罚的，而且就怂恿高年级学生说，你可以要求这些新生做点什么比如说你扮小狗啊，汪汪汪啊，或者是你调一个有这个特别配方的饮料叫他喝下去 ，OK 啊，然后你才给他那个签名，对对对，那等于要被玩十次，就最起码玩十次，对，玩十次，对吧？很多很多花招的，很多东西我都不想讲了哈，然后另外呢，就是他们来找我的时候，我还记得，哇，他的那个脸真的很惶恐啊，我说不要紧，你来，我跟你讲，我就跟他签了，就给他，啊，就这样吗？没有事吗？是啊，没事啊，你什么都不用做，就给他走了，你知道发生什么事吗？当然过后我的房间外面就排长龙了，怎么？因为很多人都找你签嘛，当然最容易啊，对吧？什么都不用做嘛。可是这样的话，你的同僚或者就同他会报复你的吗？哦，当然会，当然了。你想过后，当然就有人开始散播那个谣言说，我不懂得跟他们合作啊，是吗？对啊，然后呢，我就开始发现，我半夜睡觉睡到一半，突然有人敲我的门，打开门，一个鬼影都没有。就开始报复你，对对，然后我在外面，我们要晒衣服嘛，是吗？就开始有一些东西就开始找不到了啊。我记得我还有一个很特别的，就是一个毛巾，是那种珍藏版的，也是不翼而飞了。我要讲的是说，其实很多我相信有不少这个高年级学生啊，不赞同他们的做法，可是你想他要插手的话，可能会惹麻烦，结果就这个情况就导致这些新生一直不能够就是。怎么讲被拯救吧，但是对新生哦，站在新生的角度来讲，他甘愿接受像这样子的所谓游戏，但是又含有很强烈的侮辱性，出于的心态是什么？是害怕，是担心将来被欺负吗？其实是很正常一种群体的心理学，对不对？这个同侪的压力啦，对不对？因为大家在同一个学校里面，对，还要在生活一起4年，对不对？大家都不想日子难过哦，就像一鸣讲的嘛，当然会委曲求全啊，然后也不敢声张，对不对？结果就正义就没有办法得到伸张了，你觉得对他们以后的心理上会造成什么影响？哦，那要看个别的学生，像我们这个心理学里面最著名的一个叫 PTSD 啊，这个创伤，对不对？像有些同学如果是比较害羞啊，或者是比较内向的，的确有可能会受到创伤，然后会出现一些症状，对，是。林先生，这样的事件啊，包括这个教育部代部长王益康也在面部上强调，我们刚才也说了哈，必须要尊重他人的尊严等等。那么作为大学新生，也就是说从这个出院毕业的学生，这是不是会体现出我国教育的某一类隐忧呢？当然，我想作为
我们都是家长嘛，那以后我们到可能会把孩子送去国大受教育。你想你担心自己孩子如果被受到这样的待遇的话，你当然开始感到害怕嘛，另外一点呢是你不要忘记大学教育呢，我们应该注重并行嘛，就是你成绩要好，但是同时品性也要优良对才对嘛，是吗？所以我们如果出现这种情况之下，因为这样的情况呢，你发现是践踏别人的尊严呢，这是很严重的，尤其是那个侮辱女性的一些行为，那是不能够被容忍的哈。所以这样的话也折射出我们道德教育是不是出了一些问题？因为他们是精英中的精英，而且你想大学教育花了很多钱，用的是纳税人的钱啊，这个是属于公众利益啊。但话说回来，他们毕竟真的很年轻，年轻人很难真的会有什么坏心眼。请问刘先生，在这样子的情况底下，怎么样引导他们说你要玩要闹，但是你的方式必须正确？对，我觉得还是这个大环境啊，因为其实我们在这个心理学里面有一个很有名的斯坦福大学的研究，就是说当把人放入一个情境里面，人们就会有同样的行为。这样就是说这个所谓的 senior 哈，对，这个学长学姐们，他们形成一个团体。然后大家都要进入他们这个团体里面，是扮演那个角色，所以一个是加害者，一个是受害者。所以我觉得，如果说从根本去做的话，还是说现在大学这些 senior 哈，这些学长学姐们，他们接下来要创造这个迎新活动里面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氛围？至于一个去报复呢，去对吧？去折磨别人的一个氛围呢，还是一个学习的氛围？而且这个迎新活动的目的性要搞清楚。对，那么刘先生，现在有个问题是事后的解决。目前国大是星期五宣布暂停所有，也所谓的一刀切。对，那么有学生会的同学认为，他因为少部分人的错误，让大家都失去这个活动。对，您觉得这个做法、这个决定，合理吗？我不认为这个决定合理，但是我认为这个决定是国大校长非常痛苦的决定。对，因为一方面的话，如果去管大学生的话呢，社会也会反弹，说哎呀，你们怎么把他们当小孩子管？可是如果不管的话呢，又说为什么你们不管？其实管与不管啊，其实都很为难，因为大学生嘛，大家都觉得他们长大了，应该给他们自主啊、自由了啊、所以现在变成说好了，就一刀切。为了抚平大家的这个争论，所以好，我们就都禁了。可是另外一方面，我们国家又希望我们的年轻人能够勇于犯错，能够从错误中学习，这样会比较有创意的孩子。可是现在变成说大家都被卡住啦，对，犯错禁。就有一点暂时先把风波平息下去的意思哈。我们知道国大现在也会安排这个职员来监督以后的这些迎新会，然后将来学生如果真的觉得有任何不妥的话呢，可以以匿名的方式进行报告。一鸣大哥，你也曾经是，尤其是这个同侪压力，当时给你印象特别深刻。你觉得保护你的身份去告密会有用吗？对，我觉得，因为这个其实在过去也是有这样的一个措施，就是我们其实也可以去教育处。投诉的是，可是刚才德强也提到了嘛，那个孩子，那个我好像比如说那个被按进马桶那个，我其实有跟他说，我们不如我们去投诉去报告啊，不过你要做我的证人啊，他说你千万不要去，等一下我还要在这个宿舍里面混呢，我以后如果他们跟我秋后算账的话，这个我会很难，日子难过嘛，是吗？所以他就不肯。你懂，当时候没有新媒体的嘞，我就没有办法拍照什么的嘛，我需要证人嘞。他如果他不肯承认的话，你根本不可能投诉无门嘛，是吗？这是一点。所以我相信，其实重要的是不只是投诉，他就是说如何保护那个受害者。就是国大是要想到说，是不是可以让他转那个宿舍，因为以免他过后被报复嘛。如果他这样的话，肯定不要去投诉嘛，是吗？这些后面的处理要很重要。但随便换宿舍就知道是谁了啊，当然了。不过你想，我们大学是很聪明的，就算你不说，你说匿名的话，他们也会知道，猜得到是谁去投诉的，你知道吗？然后另外那个监督的哈，我觉得老实讲，监督是一个好事啊。问题是，这么国大学生团体这么多，你有些是在校外，我参加过在校外举行的迎新营，你知道吗？有。我还记得那些学生就是高年级的那些学生领袖啊，在那些新生的头上打那个鸡蛋，还有撒那个辣椒酱啊，学校怎么管呢？因为他在外面嘛，是吗？所以我觉得这个可能在实行时有些困难。另外我觉得还有一个请教两位，是不是会有一种恶性循环的感觉，就是曾经被羞辱过的人，等他到了学长之后，他不一定会阻止，可能会变本加厉。
他觉得这是不是也导致这样的事情一而再再而三发生的原因之一？当然这是很明显的，像最明显就是像军队，当我们在军队训练的时候，就是因为以前遭受过一些不好的处理，然后当我们自己已经升级了，对，然后有新兵进来的时候，我们用同样的方法来处理，这个很明显的就是。现在你发现其实很多的这个问题呢是围绕着比如说性暗示，这是一个对女生的那我们发现因为国大学生当大部分都是18岁到25岁之间的，就是性比较活跃的时候，所以他们表达出了很强烈的性的欲望，而这是一个机会让他们去得到这样的一个满足。所以其实我们觉得我是觉得这个心理辅导是很重要的，不然就是我们是治标不治本我们要去面对学生，尤其是那些受到创伤的学生，我们更加要能够提供他们及时的辅导。对，希望大家可以从这个错误当中学习。我想一点就是我要讲说国大现在必须要做到很透明啊，因为他现在国大是亚洲最优秀的大学嘛，他应该告诉别人到底他怎样处置这样的一个纪律的那个行为最终可以还可以挽回他的整个形象，对他形象跟对他的信心嘛，是吗？好，再次感谢两位，谢谢观众朋友。如果你想针对今天的话题提出您的看法，欢迎到我们师承有约面部网页留言。好，稍作休息，待会儿再来下一段内容，不要走开，稍后见。稍后见。